我看有网友说，只有北方人才会把这个字母读成 N， 那我们南方人都是读 N。那你是怎么读的呢？咱们今天就来好好看看这个字母到底应该怎么读。咱们直接看音标啊，以音标为准。来，首先这个音标当中呢，前面这个发音啊，它的读音呢读 A， 对吧？ A， A， 稍微咧一下嘴 A， 然后后面这个读音呢读是个鼻音啊，鼻音对吧？一个是 A， 一个是咱们稍微连起来就是n 对吧？哎，这么读，所以它的读音就是 n。那么用到这个发音的这些单词呢，有比如说常用的数字十 ten， 什么时候这个词对吧 ？when。好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同学记得在评论区打卡"学会"两个字。我是 Heidi， 关注我，轻松学英语。